晋堂荣，请大家在主内欢欣，因为我们今天举行这个圣祭纪念韩国的殉道诸圣，让我们联同天上的天使赞美天主圣子。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今日我哋庆祝系韩国嘅殉道者圣金大健同埋同伴。今天喺韓國啊，其實都好多基督徒啊，個比數都唔少噶嚇。海外咧，好多韓國人咧都好虔誠嘅。韓國人好多時咧遇到咧都大部分咧唔係天主教、基督教咧就係佛教啊。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其他佢哋自己嘅教派啦。我哋感謝天主咧，容許啊，平教友啊，開始喺韓國嘅復傳啊，好多年嚟咧都冇私讀咧，能夠可以建習到呢個教會嘅開端啊，直至到差唔多近乎100年之後咧，正有私讀咧，19世紀嘅時候咧嚟到去輔助佢哋，18、19世紀嘅時候嚟輔助佢哋，俾我哋睇到咧，任何教會嘅成員啊，都可以將信仰咧係持續去復傳嘅。我哋嚟到上主嘅祭台前咧，讓我哋亦都咁樣讚頌咧，我哋能得沾咧基督信仰啊，有人傳福音俾我哋，讓我哋誠心懺悔，進合呢一個至聖嘅祭獻。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的天主垂憐我們，赦免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請大家祈禱。天主，你是万民的创造者和拯救者，你召唤韩国人民接受大公信仰，并藉圣人金大健及其同伴的光荣作证，使这信仰发扬光大。求你藉他们的榜样和代祷，帮助我们恒心遵守你的诫命，引领世人获得救恩。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攻读《厄斯特拉卷上》。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为应验上主藉耶勒米亚的口所说的话，上主感动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叫他出一道号令，并向全国颁发上谕说。波斯王居鲁士这样说。上天的神亞威將地上萬國交給了我，嘱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築一座殿宇。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願他的神與他同在。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建築以色列的神亞威的殿宇。他是在耶路撒冷的神，所有的遺民無論僑居在什麼地方。那地方的人都應捐助金銀財物、牲畜以及自愿的獻兒，為那在耶路撒冷的神修建殿宇。於是由大王本雅明的族長、司祭、勒未人以及那些受天主感動了心的人，就起程上去，要建築耶路撒冷的上主的殿宇。所有的鄰居都拿出所有的金銀財物、牲畜和珠寶來協助他們。此外，還有各種自愿的獻兒。上主的話，感謝天主。上主為我們行了奇蹟，上主為我們行了奇蹟。上主帶領俘虜回到希翁，我們覺得彷彿是在夢中。那時我們喜氣盈盈，其樂融融。上主為我們行了奇蹟，
那时外邦二民都赞叹不已，上主向他们行了何等奇事，上主向我们行了伟大奇迹，我们的确也觉得满心欢喜。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上主求你转变我们的命运，就像乃格布有流水的浇淋，那含泪播种的人必含笑获享收成。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他们边行边哭出去播种耕耘，他们再因再奔回来背着禾捆。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哈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没有人点上灯，用器皿遮盖住，或放在床底下的，而是放在灯台上，为叫进来的人看见光明。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被显露的，没有秘密的事不被知道而公开出来的。所以你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从他夺去。上主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今天的福音讲的什么？就是讲的福传。福传不是一定要去很远，要懂讲很多的说话，好了解很复杂的很深奥的道理，不需要说很有圣职的，很受人敬仰的。福传最有效的地方在哪里？耶稣说，好像女人拿了一些酵母放在床在面里面，隐藏的，最有效的福传是隐藏，为什么？因为最有效的福传呢，就是渗透性的。我们生活见证，平常地见证着奇异的事。什么叫奇异的事啊？满心平安，满心喜乐，满心有救主的肯定，不是做一些不同的事，而是跟身边所有人做差不多的事，但是充满着爱，充满着祝福的力量，充满着一份信靠着知道天主所有事都承担着，而从而得到的那份的肯定，那份的安心。最终有如所有殉道者一样，即使面对极大的艰难、痛苦、折磨，甚至迫害死亡，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生命在望。我们的寄托并不在于今天可以保留多少，而在于在天上有多灿烂的永生。我们想进入去，进入去的方法就是现在，现在将这个信息活出来，将这个肯定拥抱住，将这个福音分享，没其他是再值得做，更能够充盈我们，更能够可以胜过所有现世的不足、缺乏、黑暗、罪过、毁灭。因为死亡只能够限制于今世，痛苦、折磨只能够限制于今世，疾病、失望只是今世，分离、缺乏只是在于今世。那我们何须挂牵呢？在福音里面，
所以耶稣话唔好捉住今天都会流逝嘅嘢啦。我哋要善用，要珍惜，但系唔系停留，好唔同啊，好唔同啊！现在嘅恩，现在嘅舒适，舒适，感谢天主。呢个舒适可以令到一啲未舒适嘅人更舒适嘅，我欢迎佢，我照顾佢，我邀请佢，我款待佢。呢个舒适会过嘅，我哋知道。间屋会坏噶，会烂噶，要整噶，人会死噶，会走噶，会病噶，会改变噶。钱会冇噶，咁系咪世界末日咧？唔系啊，冇嘅，咁咪简朴啲啦，简单啲啦。痛嘅，咁啊，献上为补赎啦，就系咁样。所以佢话隐藏嘅呢个福音嘅种子唔可以收住，要放出去，唔放出去会冇噶。因为我哋唔活出去，唔见证嘅时候，我哋都会被短暂嘅人生嘅痛苦、牵挂、忧虑、恐惧、担心、愤怒，令到仲仅有嘅希望、平安咧，都会整死埋。因为我哋唔系望住好嘅嘢，我哋俾唔好嘅嘢扯埋落去。点解啲人可以受咁多痛苦，仍然为天主工作？因为佢享受紧分享嘅时候嗰份嘅希望，而嗰份希望系真实嘅，唔系假嘅，唔系虚幻嘅。因为嗰份希望能够倾泻出天主嘅生命，能够越落于人最隐藏、最需要。望住永恒嘅嗰份需要嘅满足，所以今天让呢个圣言咧去滋润我哋，去巩固我哋，去鼓励我哋，要将我哋嘅目标咧望实主耶稣俾落嘅永生嘅许诺，今天我哋已有嘅福音嘅恩宠，乐于去分施，去祝福别人，望住。这个他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也都看到在第一个读经，这个叫阿斯德纳，这个是旧的一个圣经的分书的方式。其实呢现在呢较近代的圣经都 不会有这本书，你找不到这本书的。是英文圣经很难找到 Estra 这本书，这个变成是 Nehemiah。咁啊，將呢四本嘅 Estra 嘅書咧就合之為一嘅，咁所以即係所以今日嘅第一篇讀經咧就依家你睇嗰啲新譯版嘅聖經咧，全部都係 Nehemiah 啊，我唔知中文點譯呢個利希尼亞好似係利希尼亞咁啊呢、這個公文點都好咧，不過睇到亦都係以色列民啊受盡咁多嘅痛苦啊，奇蹟地啊。唔單止要翻去啊！天主甚至即係推動咗一個唔係以色列人嘅人咧，可以帶動咗資源啊！命令佢哋咧翻去咧建築天主嘅殿宇。呢個俾佢睇到，天主掌控咗時間，掌控咗一切。佢有佢嘅原因，在於一切之中。我哋重點就係要相信天主自有安排，適當嘅時間適當嘅準備。但係最重要嘅並不在於今世我哋幾時會知道應該做啲乜嘢，而係我哋時常知道眼前要做嘅，係活出福音嘅精神。天主自有安排，天主愛我哋、關心我哋、緊張過我哋想像嘅。我哋所以今天重新信靠天主，呼喚佢：天主，我屬於你，你引路吧。我將一切信靠於你嘅安排，係咪？
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遵大地和人的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前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的劳苦的果实葡萄酒赐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弟兄姊妹，请大家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全能的天主，求你垂视你子民的献礼，并藉殉道圣人的代祷，使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你所悦纳的礼品，有助普世人类获得救恩。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门。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颂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殉道者圣金大坚及其同伴曾施法基督，为了宣扬你的圣名而倾流热血，显示了你的大能。你藉着我们的主基督在脆弱的人身上发挥力量，使弱小者成为意志坚强的证人。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一起歌颂你、朝拜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所创造的万物，你当赞美你，因为你藉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神的德能养育圣化万物。又不斷為你召集子民，可能事事處處向你呈上純潔的祭獻。上主，所以我們懇求你藉著聖神升化我們獻給你的這些禮品，使成為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我們遵照他的命令舉行這項奧蹟。他在被出賣的那個晚上，拿起麵餅，感謝讚頌你，把麵餅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信德的奧蹟，主啊，我們紀念你的死亡，慶祝你光榮復活，期待你光榮再來。上主所以我們紀念你的聖子為救世人所受的苦難和他光榮的復活升天，並期待他再度來臨，以感恩的心情獻上這具有生命的聖祭。请垂顾你教会的奉献，并接受者赎罪的牺牲。求你使我们藉你圣子的圣体圣血得到滋养，并充满他的圣神，在基督内成为一心一体。愿圣神使我们成为你永恒的祭品。得愿你拣选的人首先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
他的正配圣约瑟，你的圣中徒及光荣的殉道者，圣保禄、圣金大建同同伴，以及全体圣人，共同继承天国的产业。我们靠他们的转求，不断地获得助佑。上主，但愿这与你修好之际，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得救，并使旅途中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多默辅助他的主教，所有主教圣职人员以及你所救赎的全体子民，在信德和爱德中坚定不移。你既愿这大家庭是立在你台前，求你也抚允全家的愿望。仁慈的圣父，求你使散居各处的子女和你团聚。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已亡的亲友和所有在你宠爱中去世的人，恩准他们进入天国。我们也希望将来在天国永远同他们共享你的光荣。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因为你藉着他赐给世界一切美善。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给予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中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凡在人前承认我的，我在天父前也必承认他。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
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必让我再与你分离吧。请大家祈祷。上主在这圣今大见及其同伴的殉道庆神，我们饱享了天上的食粮，求你藉此圣事帮助我们忠诚地追随基督，为万民的得救而努力。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你們去傳揚福音吧，感謝天主。向聖明阿爾總領天使禱問：聖明阿爾總領天使在戰爭的日子裡保衛我們，免我們陷入魔鬼邪惡的陰謀和奸詐的陷阱中。我們謙卑地祈求，但願上主譴責他。上天万军的统帅，求你因上主的威能把徘徊人间、引诱人灵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阿们。大圣约瑟得罪祷文，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俯听我们，基督求你俯听我们，基督求你垂允我们，基督求你垂允我们。在天的天主圣父，求你垂怜我们。十世者天主圣子，求你垂怜我们。天主圣神，求你垂怜我们。三位一体唯一天主，求你垂怜我们。圣玛利亚，请为我们祈祷。圣约瑟，请为我们祈祷。达美的荣耀，请为我们祈祷。圣祖的辉耀，请为我们祈祷。天主圣母的敬佩，请为我们祈祷。圣母童贞的守护者，请为我们祈祷。天主圣子的谷养者，请为我们祈祷。基督的侍卫，请为我们祈祷。属世主的守护者，请为我们祈祷。基督的仆人，请为我们祈祷。救恩的侍从，请为我们祈祷。圣家之长，请为我们祈祷。至义的约瑟，请为我们祈祷。至洁的约瑟，请为我们祈祷。至智的约瑟，请为我们祈祷。至勇的约瑟，请为我们祈祷。至听命的约瑟，请为我们祈祷。至忠的约瑟，请为我们祈祷。忍耐的明镜，请为我们祈祷。
至爱贫苦者，请为我们祈祷。公义的表率，请为我们祈祷。家庭生活的光荣，请为我们祈祷。洁德的守护者，请为我们祈祷。家室的底柱，请为我们祈祷。苦者的安慰，请为我们祈祷。病者的希望，请为我们祈祷。困难中的救助，请为我们祈祷。流徙者的主保，请为我们祈祷。受苦者的主保，请为我们祈祷。穷人的主保，请为我们祈祷。临终的主保，请为我们祈祷。惊吓邪魔者，请为我们祈祷。圣教的保护者，请为我们祈祷。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主宽恕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主垂允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主垂怜我们。主立他为圣家之主，以及上主所有家业之主。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无可言喻的安排，因然拣选了荣福约瑟，作为你圣子母亲的正配。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世尊他为保护者的，堪得蒙他在天转土的座右。你永生永王于无穷世之世。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